好，接下来要唱的歌呢叫做如果身体全部开放了。那这一首歌也就是我前一阵子发行的我个人的第二张专辑的同名歌曲这样。有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因为我们无时无刻都会有很多的事情就是驱动我们去做某件事嘛，比如说我想要上厕所，或者我很饿，或者是我看到那个人我想要给他一巴掌，或者是我想要去打卡拿个啤酒这样，类似这样的小事，或者说我这个月要完成什么事，然后我下一个月要完成什么事，我明年要去乌拉圭之类的，就是一些奇怪的目的地。我有时候就会想说，哎，每一个人就是，尤其是做捷运的时候，因为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人嘛，就是会想说，他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他如果看到一个人，然后想说，哎，他今天装扮成这样，他是为了要去见什么人吗？那这个人是会在他的生命中停留多久？就一直想这样无聊的问题。可是回过头来想，自己就突然觉得说，哎，我这辈子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做的事情，就是除了偶尔喝点酒，然后可以到处走走看看，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目标了。那有一阵子就一直在想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其实不快乐的时候都有很多解决的方法，可是总感觉就是一个，它是一个一直循环的事情，就是好像跳脱不出这个，就是你解决了眼前的问题，后面就还有另外的问题。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因为他就是比如说我看到他不快乐，那我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他这样？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个人性饥渴，然后东西，然后我也就说，哎，我也刚好的。只就是，我就一直延伸这个问题，就想说，哎，那如果有一个人他需要什么，我可以给他什么，我可以给到什么限度？因为每次坐捷运的时候，我就觉得台北的人都是这样子，就是然后很怕别人碰到他，这样。那之前有机会去了那个纽约，在坐地铁或者在路上走，我就觉得纽约的人不太一样，就是他们，你可能走过去，他就会突然跟你讲一句话，就是什么，今天天气怎么样啊，就是或者是彩券怎么样。可是他们跟台北人不一样的，就是如果你想要再继续跟他讲话，他就会变成这样，就是不要靠近我。可是台北人是一开始就是很保护自己，可是如果你慢慢的摸他一下，然后我们就会露出那个柔顺的内在的。哎，我怎么会讲到这里啊？啊，我就是延续刚刚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别人需要什么，那我可以给他什么呢？因为人都有恻隐之心嘛。除了看到别人踩到狗屎有一点好笑以外，如果你看到路上有一个人他腿断了很痛苦，你应该也不会就是哈哈大笑啊，就是会希望可以做一点什么来帮助他解决自己的痛苦的。那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我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歌，然后制作了一张这样的专辑，它就是我认为的人生百态的各种痛苦的。好，那现在就看好了，如果身体全部开放。快乐，每个人
如果你始终不老，如果你想拥抱，如果你拼命思考，如果你坚持不了。我怎么觉得闻到烤香肠的味道？释出所有善意，寻求共鸣。每个人比快乐